法师如果要来的话，不太安全。没错，还能不能抢到？抢到的话，一切翻盘，抢到了！杨戬直接反打一波，扫三下，直接上先秒张飞，不给机会。突然这杰一个赶上三个肉，再咬一个，还能杀，再跟上，还没人头，再来一狗。 并没有灵动这边这条狗放的关键，是，但是感觉你要诸葛亮这边闪现交的还不错，卢俊凡一个一技能回血，螺旋走位，蛇皮走位，我就是跟你滑溜二技能，但是还是断了一个人，这有任何的优势多行这边，砸到人堆当中，大招，东王这边没有躲开这个大招，中间技能逼了位置，卢俊凡大招没有砸中，但是断了一个杨戬的走位，回点血量，那这个位置倒还在跑，被安然粘得很死，躲个扇子，哇，安然一个人切了四个呀，卢俊凡一个挡四个。 双方这边都是有夏天的位置，那么切到牛头，这样一个残局对于，不说了，对于阿珂来说其实是有利的，但是他收不掉，没错，第一发大残是个牛魔，并没有刷出配合到自己的一个大招，这里也走，不知道一技能 CD 好了没，并没有让杨戬二连击破，是的，因为他们现在的一个阵地战其实并不是很好，守塔能力 ，Andy 一口仙气吼过来，差的多了点，魔改江飞 ，Don 不敢进场，但是曹操来了，打野先倒，那么抢到。 并没有呀，还是让 SC， 但是人头掉的有点快。是，这边是个团灭，诸葛亮斩杀收割收了起来。这样破灵豆的一个位置和血线都很好。是的，魔改张飞一个人挡两个。这波看道尔路斯马进场了，站在皇帝，横看这波让这波团战，我打起来，还惹了一个黑暗暴君。是的，这点一技能的花木兰，空山还在烦恼中脚。哎呦，黑暗暴君这波真的是打得不错啊，在这波血拼之后。 上了，打一大再来一个大招，灵动有可能走不掉，两秒钟，诸葛亮一个二技能不行了呀，放弃抵抗了，没错，没有看下路黑暗暴君强开，如果正面的话应该是三打四，拿到安迪好个大招，牛魔大招被打断，路上杰洛第一技能扫出了，先拿到这些没射中，外力体拿到手里，转身反扑一波，硬不再进场有加血，直接打了一个迷幻三加黑暗暴君，正面抽的超级兵。 能吗？我们看硬不一直在砍，这边的话还要过来，拆了，恭喜 YTG， 我看吕布一个人被对方三人直接是被逼的逼出了，哎，闪现过来炸，伤害不够呀，关键打野不在，这没办法，诸葛亮这波信心有点膨胀，又炸到一个，就看太真人，再压一波能不能收一个人头，吕布可能要难受，路飞把这个闪现直接走，多恩这边要被反带走，是夏天来了，安然，一滴血，这边看一下。 哦，这条暴君没有被抢到。SC 的话就有点遭殃的意思啊。SC 是，我觉得圣斗士不会再同意招下面倒两次。但是此时，现在如果还是抽到了反向刺甲，是，然后这边，现在对于正面那个伤害又是直接再封路，太可怕。吕布现在这个点没有办法，根本走不掉。而配合上阿珂，我正面作战能力又强，我后面对于菊花伤害又高，是，刀刀猛。 如果再往前压的话，YTG这边一路非常的凶，再晕两个，没办法，正面反身吼出大招，我的附魔给到了，没错，能走，走不了了，直接上墙。哇，这个东西浪不浪？如果此时安然进一个一脚半踢飞 ，Andy 闪现，阿珂跟上直接击杀，靠着中前期这个强力优势，这个就是不可控。来看一下Lucifer转反跳一波砸下来，直接击杀两个，我的天！ 而且现在总算是打出来了那种斩血线的效果，二技能CD，大招直接刷新走。哇，讲真，当时在体验服当中，阿珂的一个暴击基础，我们看正面，再来强压，水晶下面硬扑直接强拆水晶，一波，恭喜 YTG 2比0战胜 SC。